好踩着了。晕了啊！啊，对，开饭了，对对，都秒了啊！这两条不吃了吗？哎，中了中了，够了够了，拜拜了啊！嗯嗯吓人的，就这都想跑了。好，放吧。没了，他再说。好了。好，漂亮，双击关注啊！这边也有朋友们，看喽，捞起来，捞起来了啊！喝水了，喝水了啊！喝水了，喝完水准备开始干活了啊！喜欢看户外，关注我啊！谢谢你们。小伙子，哎，人呢？他说从这儿
那儿呢。我说刚才还看见他了，那个小伙子在前面那儿。他说从这儿到那边那个大桥看见没？大概五六里地了吧，到那儿。说他都下的有网，我们就收摊回来。刚才那个算是收摊鱼吧，拿个鱼喂鹰啊，找一个瘦溜溜的。要是这个吧，太胖的话，鱼鹰也吃不了，瘦溜溜的。来吃吧，你非得沾点土啥的。呀呀呀，你这味儿好多了，这味儿。有人哥哥说我看见电瓶了，那你看见电动船浆了没？哎呀，跑了。小鲤鱼又是个小鲤鱼，不小了，咬住咬住。鱼的嘴巴给它咬出来了，给鱼的嘴巴咬住了。你咬出来吗？来，给弄上来，弄上来。能上船吗？直接跟鱼来个亲吻。赶紧过来，能挑上来应该能挑上来了。可以，干得漂亮，应该都是挺好的。大一条就吃掉了，一条都饱了那个。我呀，他那肯定还要吃。